家好，我是 Jenny，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道云南的特色快手菜红三剁。这是我作为云南媳妇学会的第一道云南菜。首先你需要两个番茄，两个墨西哥椒，以及一小碗墨肉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用开水烫一下番茄去皮，如果你想偷懒，就像我这样直接切细就行了。如果你喜欢吃辣，可以添加红辣椒或者尖椒，如果你喜欢少辣，可以像我这样把墨西哥椒的籽去掉，然后再切细。一切都准备就绪后，开始热油，等待冒烟之后下墨西哥椒，翻炒一下，炒到有辣味出来，加上墨肉翻炒，最后再加番茄，一直炒至出汁就行了。噔噔噔噔，香喷喷的红三剁做好了，非常下饭的一道菜，多准备一些米饭吧。